是那个装嫩的。是呀，算可以。请问你第一次来阿里山有什么感想？饱，吃很饱。有，也吃很饱。我来两次了，我一样是吃很饱。你有饱。哇，那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回答你？你要跟我说饱。炒鱼粥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早上一定要吃炒。这边呢，妹妹好吃吗？好吃啊、哦。像西湖糖厂，它有蒸汽的，蒸汽火车。对，假好像假日才开的。20分钟之前才要才开始卖票。9:40才开始卖票。半夜铁轨没关系。哎，没关系。对啊。请勿哎，可以讲吗？挂这边应该是让你掂的、啊，说明是那个站长才能掂嘞。我们问一下吧。这边你要坐过来，这边会坐。哎，干嘞，疼我啦，疼就是。是啊、哦，大姐疼紧。刚才不是疼紧。啊？另外。中华。另外是疼紧。嗨，猫咪，你今天来哪里？嗯，小火车，你看。嗯。这是妈妈的最爱啊，刮痧的啦。哦，这看起来也不错。刮痧的是什么？对，什么呢？刮背的。刮背的，妈妈最喜欢了。种1到4棵只要50元呢，50元可以种1到4棵呢，好像很划算，对不对？有乳肤呢。不是6大吗？我们呢？那所以谁还优待？哦，阿嬷也是优待票，对哈。国小跟老人，80的。老人吗？哎。国小三十，幼稚园就不要了。好，国小。三张饭票啊，6.50。这边很臭啊，阿爸不记得。帅的，帅！帅！再一张，帅不帅？帅！哈哈哈哈哈！7分，10分，15分，20分，25分，30分，40分，50分，500分，但是会记得免年岁听。我的手机等下开车作业呢，伊会用上紧的速度下下叫时速5公里。今仔咱坐这个车厢，哈扎在什么？这哈扎在什么？哎，小猫咪，内行的，对面一个阿妈甲卖讲来载地呀，那歹势，这不载地呀。这人家是载观光客，今仔今仔不一样，这不一样。凡是来这些学台已经100年了。小猫咪来看我。再感谢哈，啊，所以你听见没？咱的歌星，我是叫空袭情报，好过来，过来做情报，好不？托家一间真啊空的那间挂空洞。就是往那边开。为什么每年你刚才因为500爸妈5000的差钱要上班，做500囡仔拢来接庇黄公洞，所以是人家就叫空袭警报。
哎，我讲个故事啊。你好，你知道爸爸上次来探修服务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十年前。哎，差不多。哎，不止十几年前的。二十年。那时候跟阿妈来的。那时候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给妈妈提亲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阿妈都还记得，你看。2006年的，现在几年了？14年前了。不然爸爸好像没有来过，后来就没有再来泰安过了。可是现在来过。对啊，因为爸爸也很少在走中山高了，印象应该是没有来过了。妈咪，你有来过吗？你有来过。猫咪，你下次他来泰安休息站吗？要吗？要不要？泰安夜。下次等你提亲的时候再来吗？为什么我设定都没有？哎，你那个在后面的在笑什么？所以你要把我那个。请问一下，你还会想要去嘉义吗？嘉义。啊、哦。看谁找我去。不是，还会想来阿里那个嘉义吗？想。我想去吃林聪明火锅，那个叫什么呢？林聪明哇，砂锅鱼头，对，没吃到，好可惜。这段把你剪出来了，你会被打，我跟你讲啊。我应该不会想来嘉义的，我宁愿去武林农场这样开一天上去，开一天下来就好了。砂锅鱼头，年纪太大，真的没办法这样跑了。鱼头，你早上坐了五分车，你就不想再玩了。你要吃什么炒？好吵哎、欸！那个解说员太吵了。那个西湖、欸、吵得要死。西湖的比较好玩一点，不是比较好玩一点，比较不会那么吵。哇！为什么又买这个？要给小黑吃的。要给谁？我们家第五个成员，那只小黑字，他进来我们家2年多了。嗯、他的生日是4月4号儿童节，你喜欢吗？对，我们打算明年帮他办的3岁的生日，做一个小黑字蛋糕，然后把他头切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可以啊，明年叫妈妈做的小黑字蛋糕要不要？小黑字生日的时候，要不要帮他办个 party？ 就用黑色巧克力全部下去就好了，然后叫小黑字去打那个彩球。